验研究院以及国立中兴大学所主办，今年度最盛大的科普展《科学家的秘密基地》就在精彩热烈的开场表演中揭开序幕。我们国研院就是一向是非常重视科普的活动，那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扩大这个科普的活动，就来举办这个科学家的秘密基地，让小朋友能够对这个科学产生兴趣，那长大之后也能够投身这个国家科技研究的行列。那这一次非常高兴国家实验研究院能够把今年度的科普活动科学家的秘密基地选择在中兴大学的体育馆来举办，那不管是青年朋友或者民众来到中兴大学参加科学家的秘密基地，他们可以动手做，他们可以亲身去体验科学的兴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这边呢，要跟我们的关主海边打打姐姐，要跟小朋友玩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小游戏。那我现在就开启我们的那个打气筒，那我要逐渐的把压力打到我们的压力舱里面咯。好紧张哦。那我要开始咯，不是。开始，开始。这是我们放进去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本的，噔噔噔噔噔噔。哇，是不是这个变小了？你有学到地震的知识了吗？会随便把家里的墙打掉吗？哦，不会不会，地震要注意安全哦，很棒。好玩吗？看着镜头，好玩吗？耶耶。哦、第一个，请他写一张问卷；第二个，我们请他举手回答问题；第三个，我们观察他的行为；第三个是什么？看到那类似像脊椎中间黄色脊椎的东西吗？有。那你再动一动，动对不对？你再动一下，你可以。对，有没有看到红的？哇，这里，这里，这里。爸比是环境哦，来来来，爸比请拿环境。帅哥是什么？灾害，太厉害了，来灾害请拿。哦，太好了，人越来越多了，一起回答。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请。粮食。粮食一题。反射给我们的猎风者卫星去接收。每一个立方体呢，里面都有很多的感测器。那这个感测器呢，其实比较选的地方是，它里面是侦测地球的地心引力，还有地球的磁场，去辨识这个方块的方向性。各位好，那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给大家看我们制造出来的极光。那所谓的极光，事实上呢，它就是所谓的电浆。国家实验研究院是科技部底下的一个法人研究机构，底下有8个中心，这些中心主要的任务就是
建构各种软硬体的设施来支援学术研究，促进前瞻科技。另外有一个也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育科技人才。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这些同仁哈，这几个月来的辛苦的付出，还有非常认真的在筹备这个活动。科学家的秘密基地，期望有更多大小朋友一同来参与哦。